Hello， 我是大嘴，今天继续挑战，我是僵尸运气魔改版，也就是随机僵尸。这期是来自粉丝的投稿，机枪射手和高建国中间种满钢地刺，一万阳光。大嘴的运气测试，一只。第一只，大爷，大爷能扛一会儿机枪。第二只，辣椒，有大爷在前面扛着，辣椒肯定会爆炸的。Nice， 第四路通关。气球僵尸，潜水僵尸，梯子僵尸，估计不太行。嗯，梯子僵尸竟然直接吃到脑子了。旗帜铁门路障僵尸，这完全能扛住机枪了。我们加几个能吃的，快一点。白眼巨人，不知道他能不能走到最后面呢？路障铁门僵尸是不是走不过这个地刺了？我们再加一只僵尸，辣椒。完了，辣椒没有爆炸。铁桶僵尸，白眼巨人，让他先砸一会儿吧。又一只旗帜路障铁门僵尸，那第一路的高建国就慢慢吃吧。海豚骑士，怎么感觉白影要突破了呢？普通僵尸，小鬼头，吉祥豌豆，路障铁门，小鬼头，大爷来了。上路高建国爆了，全凭寒冰菇效果。这样的话，第二路也通关了。又是小鬼头，大爷一声惨叫，这里没有大蒜呀，怎么回事？红眼巨人，这一路稳了。高建国，高建国是最肉的，走到最后面毫无悬念，跳下僵尸。武王小鬼，高建国已经吃到脑子了。这边红眼也紧跟其后。鸭子僵尸。江蛋，不知道武将蛋能不能走过去。我们再加几只，蹦极僵尸，铁门路障，跳铁僵尸。原来武将蛋可以直接走过去啊！后面那几只看来都浪费了。那么本期的测试结果就是，好运。小僵尸们如果有更多想要挑战的阵容，欢迎在评论区投稿哦。投稿阵容的同时，不要忘记注明阳光树哦。我就是运气爆表的大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小鸡再见。